Hello， 我来吃韩天楼的馄饨面，我叫他加中辣了，哇，不够辣再加，不用了啦，这样就够了。再加辣汤，哇，辣，馄饨，超好吃的，你看，70块没有涨。在这里吃那个很鸟那个汤面卖70块，够烂的，这间真的好吃啊。是吧？哦，应该要吵架了，是吧？现在什么都贵了，可怜在这个来卖这种价钱。应该要涨价，那从60块撑了很久，撑了20天，终于涨10块了。现在你看这个面 QQ 的拉面多好吃啊！对啊，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用餐了，拜拜，再见。